香港六件商铺联盟呈现智绿 shopping， 系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赞助播出。近年不少餐厅融入环保概念，就好像今次在香港六件商铺联盟大奖2023获得年度最绿无饭商铺大奖的得奖餐厅为例，一直致力推广绿色餐饮文化。Hello Cathy， 你哋点样喺餐厅嘅日常营运加入创新绿色元素呢？我哋自家研发咗一个智能厨房物联网系统，即时监察运作情况，确保食物嘅质素之余咧，亦可以透过分析减少维修保养嘅成本，提升营运同埋环保嘅效益。我哋仲利用咗崭新嘅科技，实时监察煤气标读数，掌握使用量，减少浪费。我哋希望藉此可以引领更多嘅同业实践餐饮可持续发展。知道在採購方面，你都很注重為大家提供新鮮的食材。是啊，我們餐廳很多的食材是來自我們本地的有機低碳農莊，農莊還是我們 team building 的場地，同事會一起參與栽種和採摘，而且農莊的收成我們會定期送到社福機構贈予有需要的人士。我看到樓下有部機好像個迷你農場，是什麼來的？是啊，這個是我們智能的移動農場，餐廳的廚師可以即場收割水間的植物，保留農作物的新鮮度和營養價值，創作新鮮環保的菜式，大大地減少碳足跡。餐廳亦會為客人介紹這些菜式，藉此向大眾宣傳環保的概念。你們還會怎樣向公眾推廣綠色飲食文化呢？我們會定期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就一起合作舉辦一些和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晚宴和活動，令大眾認識可持續食材，推廣環保飲食習慣。大家都要多些選擇綠色餐廳，鼓勵他們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一起享受新鮮健康的美食。